你弄口德，我拍谁啦？教修者那啥话啦？各位朋友，我陈之汉今天要针对我的这个脏话的部分来跟所有朋友道歉。我不应该骂脏话，不应该臭干辣掉。我在这边跟大家道歉。那我宣布，本人在今天退网，谢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哎，你讲啊，那你即摆讲嘛紧啊！你讲嘛紧，你讲没落着你啦！你讲，哎，你讲嘛紧，你今天要辅导什么？你说啊，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做错了吗？回答我的问题！我又出来了，笨蛋！我又退出了，我又出来了，笨蛋！政府做拢对的，我讲拢唔对，黑的工作白，白的工作黑的，要安怎就安怎啊！你弄口德，我。拍谁啦？教修者那啥话啦？各位朋友，我陈之汉今天要针对我的这个脏话的部分来跟所有朋友道歉。我不应该骂脏话，不应该臭干辣掉。我在这边跟大家道歉。那我宣布，本人在今天退网，女粉丝太少了。我本来以为我的女粉丝有100多万，原来只有99万。我觉得再这样做下去没有意义，我觉得我要退网。谢谢各位的支持，在这段时间，我利用各位的抖内帮助了台湾非常多的无助的少女，爸爸得癌症，妈妈小麻痹，弟弟出车祸，自己没有钱付学费那种、哦、大家都知道，我常常在讲，我在这段时间，我帮助了花了非常多的钱，帮助失学的少女，我为台湾付出了很多，在这边宣布个人退网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哎、欸，你讲啊，那你即摆讲嘛紧啊，你讲嘛紧，你讲没落着你啦，你讲，哎、欸，你讲嘛紧，你今天要辅导什么？你说啊，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做错了吗？回答我的问题，来，台语讲，啊，我做错了吗？回答我的问题，我退出了、哦，我又出来了、哦，嘿，我又退出了、哦，我又出来了，笨蛋，我又退出了、哦，我又出来了、哦，笨蛋，啊，好不好？你没有给我答案，你不要一直问官僚官来跟我讲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我再想一次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我的员工来上班没有怀孕，现在怀孕了，她是任职于仓管，爬上爬下，我担心她会产生什么问题。那将来我对她的民事或是劳工局这边我没有办法交代，所以我跟她协商，你的学历又不够高，没有办法去里面当国贸，我现在跟她协商去当作业员。那她说作业员28000太少了，我不愿意，我这也是40000块钱。那我说你现在怀孕，我很担心你出问题，所以我问他说：“那你怎么办？我让你选择是留职停薪，还是让你选择之前？你告诉我不行，那我怎么办嘛？”小姐，你贵姓？这镜头这样拍也拍不到你吧？那你刚才已经帮我的讯息、我的资讯网上传，但没有经过我个人同意的。哎，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讲哦，你那叫做告知，我要对我跟你，我一告知你并没有反对啊，你叫你主管来，叫你主管来啊，你就叫你主管过来嘛。你主管就做主叫他来啊，哎、欸，劳工局主管来一趟嘛，来你的劳工局的辅导员没办法帮我辅导，你来一趟帮我辅导一下嘛，主管，劳工局主管，你是哪一个局长？是不是张大春？过来给我辅导一下嘛 ，OK 吧？可以换我讲，先换我讲吧。我的员工怀孕了，我知道她怀孕了。你现在是来让，你现在是来辅导的嘛？你辅导就让我询问啊。我有权利询问我所有的疑问吧？你应该回答我吧？可以吗？那我也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哈、哦。刚才老板说我们今天就是来辅导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辅导你。但如果说老板依照你刚才讲的，你觉得劳工局今天没有办法辅导你，那我们今天可以先行结束。你没有给我答案，你不要一直问官僚官来跟我讲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我再想一次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我的员工来上班没有怀孕，现在怀孕了，她是任职于仓管，爬上爬下，我担心她会产生什么问题。那将来我对她的民事或是劳工局这边我没有办法交代，所以我跟她协商，你的学历又不够高，没有办法去里面当国贸，我现在跟她协商去当作业员。那她说作业员28000太少了，我不愿意，我这也是40000块钱。那我说你现在怀孕，我很担心你出问题，所以我问她说那你怎么办？我让你选择是留职停薪，还是让你选择之前？你告诉我不行，那我怎么办嘛？转达一下长官这边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因为刚才你长官张大春是不是调就是调老板
这边、嗯、您这边针对就是有比较特定具体的一些问题，对，那可能就是后续这边请老板直接就是可以行文啊，就是行文跟我们做咨询。行文，你都来了，我还行文不对吧？你是个辅导员，你都来了，我问你问题叫我学习行文。今天法尊访视的部分呢，原则上有法尊访视的流程啊。那因为如果今天没有办法进行我们原定法尊访视的流程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先行离开。